32题问我们下列哪些项目不需要测量？第一个是身高，身高是多少公分？这个是需要测量。第二个是班上人数，人数是用数数的，一二三四五，所以呢，这个人数是不用测量的。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分？这个是多少立方公分也要测量。温度呢是多少度 C？ 这也需要测量。存款呢也是数数的，就是数一数就知道的，所以存款呢也是不需要测量。测量就是要拿一个已知的标准跟一个未知的事物做比较，求得数量上的关系。那么数一二三四五呢并不叫做测量，所以呢乙跟戊呢都不叫做测量，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呢的选择的是 C。好，乙戊班上人数跟存款呢并不需要测量。